平安、徐艺娜、阿普萨萨可谓春晚新贵，三人将以何种形式出现在春晚舞台，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。徐艺娜在此前接受采访时曾透露已经开始准备春晚表演曲目。此前阿普萨萨在接受采访时则称，节目组将把直通春晚三强放在一起，尽量不会拆开。近日2013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官方微博公布了直通春晚三甲的彩排现场照，哈文也首次回应称三甲表演形式不是合唱。我深爱